然后好的婚纱照更重要，因为它记录你最美的那一刻，然后到你以后可能就是拿起来看的时候会发现，对啊，就是真的自己那一天真的很美。荧幕最佳情侣明道陈乔恩携手代言巴黎婚纱，他们共同在厦门拍摄了新一集的广告，30多套礼服也是让陈乔恩穿得相当开心。可能婚纱照但我很开心，因为摄影师还蛮厉害，就是三个字，快，很准就很厉害。然后我们昨天去那个沙滩拍的时候，其实天气很冷很冷很冷，然后但是为了要让那个风就是迎风还是要飘起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骑白马很多的那个，还有在很漂亮的那个厦门，还在那个风车那边，还有牵小狗狗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很怕脸笑僵会抖啊干嘛的，可是摄影师就很快，咔咔咔咔 ，OK 了，我就OK 了哦。所以他就很快，他很自然的捕捉到我们就是情侣之间或者是互动的感觉。陈乔也坦言这次照片拍得很美，以后自己的结婚照都不用再拍了。没带，拿去带就够了。所以以后我大概结婚的话，我都不再需要拍婚纱照了，我就直接把明道那一半然后去掉，就放我自己的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男朋友就是因为不知道未来老公的高度，是如果你希望的话，你可以把我头去掉，就保留高度，然后哦没关系没关系，因为新娘美就好了男生无所谓就对了无所谓